哦哦，我这边挖到基岩了，我靠！所以平台就在这里，这么准，哇塞！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，很屌哎、欸。那我们就到时候就从这边，然后突然间爬上去就好了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吐了一个老人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咳，差不多了。不知道那个平台的长相啊？哎、欸，你还有金吗？两个而已，啊，两个哦，对。那苹果只能当食物吃了。先还不要当食物吃嘛？还没，好好。我还有两个，一个兔肉，一个猪肉可以吃，还可以撑一下。我觉得先到这里好了，这边我不敢再上去。哎，看得到 ID， 先下去。多着。先下去。红色的 ID， 红色的 ID。我把输入法换掉。老皮他们。撤！哎，他们好像抓点位哦，要下来吗？对，他们在往下。那我们躲在这里偷袭他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蹲在这里。可是其实我们劣势哎，因为他如果放岩浆什么的，我觉得再更下去好了。撤一下。对啊，撤一下。他如果是没有观众的依靠的话，应该是没办法知道。哎，秋风也挂了。靠！天哪！秋风队伍拿不到这届冠军，他们三个人全死，所以现在是老皮那队最畅秋，太嚣张了、啊，老皮加皮弟啊，受不了啦、啊！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附近，给个战术，挖黄金，有什么战术？没有战术吗？挖黄金啊，这边还可以挖黄金哦，我们可以这个地带也会有黄金啊。好，那我往后挖一点，对，因为黄金最多的其实不是在底层，是在中间。因为会被其他矿物给吃走。对，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很多的黄金、金苹果的话，还是有可以打的方式。至少搞个两颗出来，因为最终终究还是在那平台上战斗嘛。对，那平台上的话就是近战啦。那近战我们有金苹果的优势的话，应该是可以。而且他们可能已经吃完了，对，他们可能经过两三波的战斗喽。哇塞，我怎么可以让老皮第一次来就拿到冠军呢？我们要守住啊！不行啊！到底怎么赢的？好好奇哦。但是给姆那队绿队也是三个人都还在，他们也是龟龟龟啊。我想他们对就应该就是龟着，应该战法跟我们差不多啊。他们有可能是在上面龟，上面龟啊。嗯，就是阿神不是已经做碉堡了吗？已经在做碉堡，那你就把四周都围住，别人也过不来，你知道？显示没有人会想要盖到别人那里去。哎、欸，哇！才刚说绿队，马上为什么？就是被老皮杀的吧？可是如果有中箭的话，他会血。哦，是你吓到我。没事。我在预估，只是这个效率真的是太差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等一下，这边出现一点小 bug。好急哦，东西都爆满。对啊，我刚看到你后面一堆奇怪的东西。哎，我挖到什么？我挖到洞窟。铁镐。check 一下，疑似有人来过。且这应该已经爆了，怎么又出现了？有人正式爆了。我挖到一个洞窟哎，然后有人来过，因为我插过火把。没有东西就不要管了，不要理他，撤。然后哎，那红红的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你是不是脚还没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今天直了，那可以我要去你那边。来啊！哇！他竟也输了！在激战，古董们！哇，小白！天哪！他们那一队好可怕哦！扯了，他们有没有损血啊？有，古董们快死了，所以先杀到古董们就哦，有一个很大优势啊，但是还不一定，只有两个人。来，我把那个附魔台盖出来。那也许会拿那个皮力当诱饵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没办法忍了。你要上去了、哦？没有，我要去尿尿。我们可以同时去尿尿吗？不行。那你先尿，我再尿。我先尿。好，太好了。各位，这个就是实况组的合作啊，该尿的时候就是尿一下啊，也是实况组的这个通病。就是会有这种时候，会想尿尿啊，应该的，大家就是忍受一下、啊、这个
巧克力的观众啊，忍受一下好不好？尿个尿嘛，没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回来了吗？康妮动了一下，还没，先挖到两等。哇，PD 老皮是 MVP 啦，受不了了，真是很扯。来来来，换你尿，换你尿。啊，换我试试，然后我附个脚脚再去上，啊，避免真的被打的时候就直接死了。好，我上，你的脚胶有二等了吗？有二等了，有上二上等，上，我二想等就拜。OK。哎，我不想把我搞死，还我搞搞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再做一把。啊，这个实况组就是要这样子啊，有没有合作？连上厕所都是要合作的，以防万一，如果有人偷袭，我大叫一下，他也可以马上那个从厕所有没有边尿然后边走出来，因为胜利还是最重要的。有洗手啊，还倒一杯水，那个刚刚超级努力的。啊，其实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不多哎，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下面等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再一口气上去。边界目前旁边都还没有压过来，哎，有压过来，压过来了，才刚说，纸片，我们等下要走了，这么多铁要干嘛呢？不太清楚。纸片，哇！哎，他们血怎啊，么都回来了！来了？天怎哪，么他说？们吃太多金苹果了吧？哇！吼吼吼！然后你看，纸片这边边界压过来了，所以我那怎们么要办？准往备后上去走。了。刚刚的地方在哪里？哪一个地方？就是刚刚我们挖下来的地方，不是挖下来，走下来的地方好问题，是我哪们里等下可能往那边走一下看看。？OK，对，把这挖东掉西还是吧。稍微带一下，以防有好，需要。可能就要用到。哦，我上厕所声音很大声啊！啊，没有没有，还好。啊，观众说很大声，哎 欸，这压好快哦！走走走走，走，好可怕啊！应该是右边，这里吗？不对，这里不是吧？不是啊，我说会从右边出来，哎，不是这，对，另一边另一边，反了，快！哇！哇，到底是哪啊？这里吧，这里吧，他从这好，边压过来，所以路一定是走这。就堵这了，对啊，可以哎，往上了。对。我们的目标啊，就是杀死老皮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我我们们今等天到目最标，后时间到再上去，现在好，还可以再悠哉一下。躲一下这样子。对，再躲一下。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你觉得我要把苹果吃完？我们要当那个 UHC My Two 的最后守门员，不可以让老皮他们拿到守护冠者军。啊，我们是关主啊。我们其他队都可以不打，除非他们真的逼上来。而且我们都可以被他们打死，没有对。关系。但是我们就是不能让老皮获胜。哎，旁边也压过来喽，旁边我开给你旁边看。是后面，是不是？对，后面，你确看一定。看，后面压过来，我们必须要往上跳了。好，你身上还有多少食物？一个就是一个兔肉而已，啊，那不要。对那啊，我吃苹果，掉那个一般的苹果喽，对，一般苹果吃掉了，吃一个。你可以留一个一般苹果。OK，想不到食物最终竟然会用到那么多。现在太尴尬了，每个等食物下，各一蹲着，个。我觉得我们在这边蹲着，蹲着，一直蹲着。我现在 Shift 键常驻啊，对，而且我把输入法换掉，所以不用怕。老皮他们三个人站在平台上，应该是。我靠！我觉得是不是该这个闯入其他组的通话，然后这个先打击共同敌人？我想一下哦，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挖会被看到，所以我不太想要挖。不然我觉得可以左右两边上去，好像会比 较你说好。各一边是不是？对，可是现在这样的局势，我觉得还是算很了。危险呢、欸，我先往后一点。还有谁在？除了我们还有两队，蓝队阿神那队跟阿谦。好可怕哦！走啊，要不要联合呢？呵联呵呵，合策略啊，好像已经快要，我们要 上去了。我觉得迟早要上，给迟个战早要术吧。上啊。可是我还想要再等他们打一下。老皮他们那样子，还是我们两个是打不赢的，太强了！一定要联合啊！现在一定要沉住气，我们就沉到最后一口气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就算边界压过来，他扣血还有一段时间。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上一届我当一个。
冲锋陷阵的男子，这次我要当一个沉稳的男子。你上次怎样冲进去啊？我上次没有，我们第一个开战呢、啊。哦哦，对啊，懂懂懂，慢慢来。杀了老皮，赢得世界又如何？没有关系的啦。啊，因为理论上，我讲反了。不能盖的话，他们最终都应该要在到平台上。对，总之就是要杀掉老皮啊，被其他人弄死没有关系。麦块有没有什么可以举手的、啊？两手举高高，然后按麦很 friendly 的那种。不能盖的话，可不可以放岩浆、啊？我不知道上面的状况如何、欸。如果是从外面放进来可以，但是里面可以放岩浆，因为他都没有跟我们讲，我们真的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、啊、很担心的岩浆直接不见了。对啊，尴尬，不知道那上面的规则是什么，我们没有上去，根本就不知道。还是三个人，我觉得我们就用我们的战术，就是岩浆水都可以放好了、欸。我是没有拿到水了，哦，我有，可是只是三个人。哦，小拇指好痛！哎呦，哦哦，对啊，过来了耶，过来了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、哦。我们战术怎样？一起上去吗？还是左右两边包夹？包夹搞不好可以其中一个人赢？哎，拜拜。引掉他们的注意力。我等一下，我觉得好烦躁、啊。哎、欸，想怎么办？哦哦，过来了，上去，我们一人挖一边上去。一人挖一边，对，然后记得先吃金苹果。哎、欸，我走你这边好不好？我没办法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高啊？它好高、啊！哎、欸，我卡住了、欸。你卡住了？哎、欸，不能盖东西、欸。对耶，怎么办？啊，因为是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后退一点，也不能挖哎、欸，糟糕了，等一下，不能挖了哎、欸，死定了，那我们会死吗？我觉得迟早会，可是不动好像不会怎样哦。哎、欸，波哥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挖？波哥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打字跟他讲一下好了。好，老皮冲不下来嘛，也冲不下来，尴尬了、啊，这样我们变无敌了，那我们不会死、欸。跟纸片。好像应该不能挖东西耶！哎、欸，扣血了！扣血了！你扣血了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波哥啊！哎、欸，哥啦！我们不能挖，就在下面死了，太过分了吧？射击没用，要死了！对啊 ，no！ 哎、欸。No！ 哎、欸，好高哦！到底有多高啊？我看一下。哦、oh ，其实快差不多了，只是我们刚刚有个小山丘，所以他们也在那边可以盖东西哦。里面有放水，可以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们那个16×16都还是照样盖啊。那这样子有什么意义啊？只是不能在底下，上面都可以哦。所以只是外面不能盖东西。哎、欸，而且我觉得这算 bug 吧，真是的。之前应该可以盖吧對不對？没有，之前可以挖。对啊，之前可以挖，还是可以挖。那我这次不行，为什么不能挖？为什么不能挖？不能盖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过去吧，觉得难过，重赛啊，重赛啊。好，重直接回去。弓箭，至少弓箭基本都有弓箭。哎、欸，这个、欸、之前不是那边界外围可以压进来，不能再挖东西。啊，是哦，应该要可以挖可以盖啊。太好笑了吧！什么时候改的？之前也是可以不是吗？没有，边界外边。你有什么要申诉的吗？而且我记得不是有说中心点不能盖东西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，继承那个边界国旗在。以后应该要把中间盖就是围住了，因为我以为我跟子轩都以为中间不能盖东西、欸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要等到最后一刻再来。是你们蠢死了、嗯，是我们不知道外面不能盖东西、啊。没有，是我们哎、欸，我们有没有问规则？那有没有人回答？没有啊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状况是怎样。完全没有限制你上面能不能盖东西。那因为我们以为上面整个上面都不行。没有回答你的意思就是没有。想不对吧？啊，签。可是你们为什么会被夹死啊？因为我们要等到最后一刻再上来、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上面的状况是如何，我们以为上面都是不能盖，所以你们迟早要跳下来在这平台战斗。
可是你没有到平台里耶，你没有到平台，没有到边界。好了，现在现在老皮跟悟性他们正在试图往上射，要来下课上。所以你们也应该也没话讲，就算要到平台战斗，你们也没有资格。